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我现在已经到甘肃4天了，都还没有去看我外婆跟我外公。今天半天闲时间，我骑车去山上看看他们。我给他带了那个洋槐花，然后还给他买了一碗那个凉皮，他最喜欢吃的，每天早上都要喝蜂蜜茶，先给他带1斤，今天过来的时候从蜂场拿的不多，明天下午上去的时候再给他拿，再到下面去买一些软一点的水果蛋糕的给他拿上。94岁了，朋友们，高寿老人了。我的愿望就是他再能活个6年，活到100岁，百岁老人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里一口香烤馍店是少数民族的开的，是回族的朋友开的。甘肃这边还是回族少数民族偏多，基本上一级啊有一半是少数民族开的店子。我觉得回族的姑娘好漂亮啊，皮肤好白的，我看。这是鲜面的，这一份上两个球面的。再看这个就是玉米面的。我昨天在我姐姐家吃了，好好吃的。我给我外婆买2个，还有荞面的，荞麦面的。这里我买2个荞麦面的。这多少钱一个？3块一个。10块可以走。3块一个，大家觉得贵不贵？这么大，差不多像有我的巴掌这么大，有个10寸的样子。这里还有个商店，再去给我爸买几条烟。哎，年纪大了就好这一口几十年的老烟民了。我妈说让我上来的时候买点面，晚上就做我爱吃的浆水面吃。这是5块钱的，大家看，这么一点5块钱，好贵啊。再看，甜配的夹配包，用燕麦还有大麦做的夹配包，鸭的夹配包，这个一盒是10块钱。夹配包，鸭的夹配包，鸭撒鸡，不愧是撒鸡啊，甜配的，这点上去白了。香蕉10块钱3斤，大家觉得贵不贵？我觉得好像这个香蕉南北价钱都差不多啊，湖南也是差不多10块钱3斤。大家看，当当，大家看后面的那座大山，我外婆家就在那个山顶上，然后我们要山路18弯才能上山到我外婆家。我左边的这条河是外河，是黄河的一条支流，昨天晚上下了大雨，大家看这个颜色好红着的。我就是从那座深山里面走出去的湖南妹子，虽然那个山没有湖南的绿，水没有湖南的青，但是我仍旧热爱这片土地，因为我在这里，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。